我们刚刚刚刚在天柱，然后现在来菜市场买点东西，好热啊今天。走，直走。这都是多少钱的啊？七块啊，没剥的嘞。都是没剥的，这个剥的是15块。13块钱，再掺两个，13块。这多少钱一斤？油豆腐，称一遍吧。每次买东西都要提一下。嘿嘿嘿。那叫10块。10块钱一斤啊？10块钱一斤，称一遍吧。老的嘞？老的9块。他们是买12块的。老的9块。啊，称那么多吧。称斤？可以，没有称两斤，就称那么多。啊，做香蕉没要那么多，11块，那11块，11块哈。东西已经买好了，就这些。我现在去吃那个，吃些粉，然后就回去了。先放这里。这粽子1块钱一个，我跟你说不好吃。里面没有包什么，就包米。车子吃这个米豆腐啊，圆的。因为我没放辣子啊。二文文，来，别吃。这个没放辣椒，我们来，舅舅要放辣椒。来喽，吃喽！米豆腐啊，怎么了？来这个不？啊，圆圆的。不要，太大了，好烫，那你好烫，慢点好烫哦。那么多了，买点吧。那个，酸酸的。怎么了？好。烫。不要跑了，不要跑，到处跑。走，回家了。好热哟，太阳太大了。有车子了，不要跑。等待呀。走啦，回家喽。东西已经买好，饭也吃饱了。